家聯醫療網為了感謝父母對一個家庭的付出和貢獻，特別為家聯的奇英會員爹哋媽咪舉辦一場歡樂相親活動，邀請到來賓小鄧麗君和貓王模仿，為長輩演唱懷舊復古令人動容的老歌，教跳當年流行的舞步以及好玩的團體遊戲，等大家活動一下筋骨。So today we're celebrating moms and dads at our first family day. We have our joyful entertainers were singing today. We had men and women competing in a boy-girl game. We have our models showing off right now. It's a great, great day. And we hope that you chose to come out and join us today. It's just a great event. 很多长辈会员为了配合活动主题，特别穿着当年流行的复古服装，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玩游戏、影相、抽奖，还有好吃的点心，度过一个充满欢笑声的美好下午。同时亦都等会员深深地感受到家联工作团队的用心。家联医疗网今天在家联医疗网的奇英活动中心主办了一个欢乐双亲的活动。所谓欢乐双亲的活动，我们就是把父亲节以及母亲节合并，那一起为我们的长者朋友们庆祝父亲节以及母亲节。今天呢，在活动的现场，我们有很多这个唱歌的表演，还有抽奖，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个主题的，我们的主题叫做怀旧复古，所以我们很多的这长者朋友们呢，都穿上了复古的服装来表演给大家看。家联医疗网不仅关心我们的会员的身体健康，也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个家联医疗网奇英活动中心有很多一系列照顾我们长者朋友们的一些课程。我们也欢迎只要持有红蓝卡的长者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家联医疗网奇英活动中心，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到家联医疗网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626-943-6183。家联医疗网同时关心奇英会员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经常举办各项的健康讲座、义诊、文化娱乐活动和各类课程，令家联的长者会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园地，尽情地享受精彩的退休生活。持有红蓝卡的长辈朋友，如果想咨询免费加入家联医疗网的详情，在健保计划中获得更多的福利，请致电家联中文专线626-943-6183。天下卫视亚罕布拉市采访报道。